出发了。Okay。 哟，这什么呀？哇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期待的夫妻合体旅行终于开始了。请于7月23日抵达大理市理想帮湖畔浪漫小屋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团长谢娜，团长谢娜，他来带了这次，耶、yeah! ！太开心了，我们好好享受吧，老公。不要开心的太早吧。妻子的丈夫知道你们要合体，我都觉得特别为你们开心。但是你看。我这一个旅程又没有小助理，又没有人和我合体，那我只有想想有什么办法刁难一下合体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请进入密室完成任务，否则结束旅行。那团长，我现在要准备到2楼去观察他们了。哎，看看杀人屋，你们有多久没有好好注视过另一半的眼睛喵？请夫妻坐到桌前，沉默对视3分钟。当沙漏停止后，说出内心最深处的心里话。听明白了啊？准备号呢？好，开始。但可以摸摸手。那当然，这当然。平常每天在一起的人，很难有3分钟的对视不说话，真的。终于。这看着难受，你知道吧？想亲两口，你这光看着，有点尴尬。是是是，那你亲两下。么么么么，我也亲你。我事还没看够呢，还没看够呢。那对，继续看，没事。还要看啊？两个人还没看够。跟你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步，然后还有很多在等着我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有任务卡啊。本次挑战任务为对视3分钟。对视3分钟，会笑场吗？太不严肃的人了，这什么呀？这是。可是你能不能不要笑场？申请你的事。我鼻涕流出来了，为什么会口水在我脸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有那么好笑吗？好笑呀！我们成功一次，好吧，兄弟，成功一次。那我们。嗨。成功一次，成功一次。终于不笑了。你瞅他俩长得像下棋似的。为什么眼睛里面那么湿润啊？因为我有水汪汪的大眼睛。谁没有？就你有。他俩这能不能？你们回去吧。老张太忙了，他最近打的全是。好了，进来了。哎呀，
嗨，我是可可子的老公沙沙子。哎呦，老公，你的腿太长了。哦，哇，这个太诡异了。哎，这个很厉害啊，这进步很大呀。那我给你做个这样的吧。我还是喜欢真人。你坐下好不好，老公？辛苦了，一路，请坐。噔噔噔噔噔，本次挑战任务为对视三分钟。这个太……我的妈呀，这个有点太……你看这眼神，这个眼神。老沙，老沙，你觉得我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人吗？哎，这真疯了！看傻了。对，真疯了。我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人吗？好吧，准备了答案书啊！答案书，你翻是不是？老婆，这个答案是……我的答案是……这个答案不好，是时候制定新的计划了。有人吗？有机关，有机关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任务卡吧？任务卡，你们有多久没有好好注视对方？干嘛？就是注视看着。对呀、啊，一二三。你看，一大眼睛好大啊！我也少女。喷了一下口水。真的，我好怕季哥在他面前吐了。你变漂亮了吗？你说真话。你是变漂亮了。哪里变漂亮了？眼睛里面有一种被审讯的感觉。为什么聊成了审讯？刚才你对看着我的时候，我在突然站在想，你好像好久没有这样看我了，你一直就是在看手机。你多久没有在我睡觉的时候这样子看着我？你睡觉肯定要这样子，你看的都是孩子啊。哦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其实不想看你。啊，对不起，你看的都是孩子，我很想看见他看见我的。你知道我经常偷看你的吗？哦，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偷看我？你为什么不靠？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喜欢偷看你的。哦。不是，是喜欢看你睡觉的那种样子。对，有时候是，我觉得也挺幸福的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旁边有一个人。对对对。对呀、啊。还有一个活人。还会呼吸，还会。对，旁边躺的那个是自己。对、啊，自己喜欢的人。喜欢的人，对，是挺幸福的。真的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四目交头的，然后话也不说呢，静静的看着对方，很多回忆未走出来。嗯，有一个幸福。